出发了，出发了。Beyond the wall， 这咋过去啊？我要活着回去。It's really black。哦，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那里。当时机在天上。Oh, look at this. Miracle! Wow!黑色沙滩，哎，我怎么卡住了？你的衣服全都是湿的。大家好，我是刘云老学姐露露，这是我的冰岛旅行日记第二集。上周我带你浏览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今天我们出发向西，前往斯诺山半岛。此行有以下几个任务：一号玩家学姐夫大名，因为他是一个权力的游戏的死忠，是为了满足他以下两个心愿：一，找到权力的游戏中夜王的根据地和他一对一的单挑；二，寻找权力的游戏中那个 Wildlings 那个部落的根据地，并模仿他最喜欢的角色拍同款自拍。二号玩家老学姐本人，我主要的任务和普通的冰岛旅行者一样，是一寻找极光，二寻找萌物，也就是冰岛的纯种马。在刷任务的同时，我们的旅途中还收获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我们到达的第一站是海德纳尔小镇，下车之后全靠滑行。这个小镇坐落在 Steppefell 山脚下，这座金字塔的形状的山突兀的屹立在海边，和附近的火山熔岩的海岸形成独特的对比。我看着这座大山觉得大有名堂，觉得和这张 Tormund 的照片背景里面的山有个80%左右的相似度吧。总之，先帮大明完成一个任务再说。Let's have a look at the powerful ocean. Whoa! 小镇的旁边还有一座奇怪的石头雕成的巨大的雕塑，纪念当地英雄的故事，那么形状就是他伟岸的身躯。用尽了想象力，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下一站我们经停了 Hronvosa 瀑布，也就是熔岩瀑布，这是冰岛上最美的十大瀑布之一。火山喷发时的岩浆冷却后形成了独特的黑色熔岩画卷，湍急的水流从高处落下，碰撞着每个角落，就像是白色的颜料在黑色的背景上匆匆作画。在熔岩瀑布不远处还有一个较小的瀑布，叫孩子瀑布 Burnafoss。相传曾经在瀑布的上方有两侧的悬崖上有一块大石头形成一个天然的桥，有两个不听话的熊孩子为了抄近路呢，就冒险走这个大石头，结果走在石头中间往下一看，湍急的水流突然就失去了平衡，溺水身亡。人们为了警醒后人，就将这个瀑布命名为孩子瀑布。冰岛的天气果然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我们早上还是狂风暴雨，下午呢就成了阳光明媚。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到达的最后一站，就是西岸的黑沙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冰岛海岸最温柔美丽的一面，因为整个冰岛就是很多火山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的海滩都是黑色的熔岩拍碎的沙石。 It's really black。南岸其实也有一个相似的黑沙滩，本系列视频的第四集中你会看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这些黑沙滩有多么的恐怖。当天晚上我们入住一个小村庄，
由于下午天气转好，我们非常幸运的在这个晚上看到了极光，淡淡的绿色的曲折光束从远方逐渐的延伸开来，忽然变成了很多条，就像是一场表演突然到了它的高潮部分，然后又突然像谢了幕一样逐渐褪去颜色，变成了白色。在冰岛的第四天，我们只有一个安排，那就是去找这个草帽山或者教堂山，也就是权力游戏中的取景地，帮大明完成其他的愿望。为了看这座山，我们从公路边就开始爬雪地，翻雪山，趟过冰河，滑下雪坡，千难万险终于到了观赏教堂山的正确角度。大家看到的许多有名的照片也都是来自这个角度的。快让大明在这里过过瘾，快看看我们模仿权力的游戏剧照的经典自拍。在回到雷克雅未克的路上，我们还有幸路过了一个农场，农场主有十几头非常可爱的小短腿的冰岛矮种马，小短腿在路上跑起来应该是挺带劲儿的。Anyways， 这就是我们冰岛旅行的第二集，两位玩家的任务呢也顺利完成。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下一集我们就要去探访冰岛的南岸，行程将会更加惊险。我是老学姐露露，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来我的 YouTube 频道观看更多有关旅行和留学的正能量影片。记得帮我三连哟，冰岛南岸见，拜拜。